法政部嘅余 Sir 两次去过现场搜证，发现当时系有另一架车喺度，而呢一架车嘅刹车胎痕亦都俾人用一啲类似天拿水嘅化学物清洗过。即系车祸发生嘅地点并唔系偶然，而系人为选择嗰个位置发生。现场唔系交通黑点，最近嘅监控亦都系两公里之外。我已经攞咗条片翻嚟，而家睇紧。最紧要有目标，同埋揾到另一个司机。明白。仲有另一点，法证同埋法医嗰边最新嘅化验结果，发现死者男人身体入面有镇静剂。喺佢公司入边识男人嘅同事都觉得佢一个比较小心嘅人，照计唔会食咗药都走去揸车乱咁嚟。你先去俾人落药？可能，或者我哋去过二线网络了解过，佢嘅同事都话最近 Jackie 情绪好低落，佢有机会服食镇静剂都唔出奇。咁你哋去二线网络公司嘅时候，有冇揾到林嘉琪？冇，佢啱啱出咗去，唔喺公司。咁揾佢翻嚟协助调查。收到。林嘉琪喺呢一间游戏公司成立到依家，主要都系一个投资者。最近公司上市都是他一手推动，可能他不喜欢男人在后面搞小动作拖他后脚，咁啱在这个时候告他侵权。井 Sir， 死者男人的男朋友黎中庭律师来了，他都是公司的管理层，亦都是以色网络的法务代表，转头请他来我房。收到。井 Sir， 黎律师到了。请。唔该，咩得？坐啊，黎生。黎生，你冇咩啊？冇咩啊 ，Sir。今日请黎生嚟，系想同你讲翻法医对男人嘅验尸报告出咗，有啲关于佢嘅事，我想问一问你。冇问题，我知嘅一定答你。多谢立座。法医报告入边验到你女朋友身体血液入边有一定份量嘅镇静剂，你知唔知佢有服用抗抑郁药嘅习惯？唔知喎，佢可能觉得呢啲系私隐，连我都冇讲。坦白讲，其实我都唔系好了解 Jackie。咁出事嗰日，你有冇见过佢？有。最后我哋喺公司见到，当时佢冇咩唔妥，至少我察觉唔到。不过我好后悔，我应该揾多啲时间去陪佢。喂，先生。喂 ，Ruby， 你收咗工未啊？你而家喺边啊？啱啱收咗工啊，而家喺 canteen 买少少嘢食咯，点啊？哦 ，OK。做咩事啊？冇嘢，我想问下你最近身边有冇啲奇怪事发生啊？奇怪嘅事？咁我一个法医都经常会遇到啲难以解释嘅事嘅，点解咁问啊？我意思系。即系你本人有冇遇到啲咩怪事？我觉得你今日好奇怪，究竟发生咩事？我睇清楚话你今日会有怪事发生，我想睇个准唔准啫。唔系咁无聊啊嘛？系啊，就系咁无聊。如果你冇事，即系佢唔准啦。我唔睇呢啲嘢噶啦。咁我唔阻你做嘢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嚟紧嚟紧，好快到。Thank you.
死老鼠，咁政官你个好唔专业喎。佢就算摆一条人嘅死尸来，你都未惊啦。我唔惊，我觉得奇怪啫。平时我喺车又唔食嘢，唔知点解会有啲咁嘅蛇虫鼠蚁嘅。唔系噶，有可能喺车底嗰度捐入嚟都唔出奇嘅。会系噶，有时天气冻，啲小动物会匿喺车度取暖噶。开车前小心啊！下次我都留意一下先。唔紧要啦，今次当我黑仔，我攞架车去洗咯。点啊，衰婆！你有冇睇 Facebook 啊？喂，我啱啱翻到屋企咋，得唞下气先得唔得？唔系咧，你而家乜嘢都唔好做，即刻开 Facebook 做咩啊？今次又有咩大单料爆啊？系啊，今次真系好爆啊，因为你系嗰个主角啊！你而家即刻 search 小三地狱呢个 page。小三地狱，好揾到啦！而家呢啲 P 图啊，已经喺 IG 啊、啲八卦 group 啊疯传晒啦。我今次真系唔知道你点收货啊！哇！你仲有心情食嘅？快啲谂下，系咪得罪咗咩人啊？你试下今日啲牛油果好新鲜啊！我认真噶。你是不是得罪咩人不知道啊？我也很认真了，我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啫。不是，我见对家请了专业打手，明做你，你不怕咩？你做了这么久 KOL， 都不是不知道网上的东西，那排就没事了。但是根据我的经验，摆得上去的通常都是牵涉桃色纠纷，不是搞人老公，就是叫人唱脚，再不是就是得罪有夫之妇，是但中一样。你不是不知道我连睡觉时间都没有，哪有时间搞这些事啊？还有我拍拖你会不知道？那又好。总之呢，我就没有做小三。我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找我的相片来恶搞。我觉得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不要 focus 他们。你真的不想跟你开个 live 澄清一下嘛？开个 live 也好啊，到时直播找到那些钱我们分了。我跟你开 live 不是想赚钱啊，小姐，我想帮你啊。咁咯，呢餐你請咯。唉，唔好你唔好氣。Hello， 想睇我有份演出嘅《法證先鋒六：幸存者的救贖》，而家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睇啦。每日緊貼香港更新，快啲 download 呢個免費藍色 app， 隨時地煲新劇啦！